zero.45次瞬间通过。我是公共列车长的110年5月19号从6:33出发的是45次将北回线刚好收听的不有马之江哦。在瑞芳站，瑞芳站终于是离了，谢谢各位，我的45次在瑞芳站终于是将北回线刚收听，我刚刚差点来不及了啊，刚刚在讲哦，已经远处跑掉了，再见了，爸爸。那今天蛮讶异，27天会听瑞芳，真听瑞芳，好感动。我刚刚就在讲，拜拜。